何孤独赖在房里住，我怎么居住。我还以为你真的会带我去吃什么厉害的餐厅，结果坐在路边吃饭。快月底了，我只能请你吃这个啦。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遇到的那天啊？我那个时候知道我要当恐龙妹的助理，我真的觉得很衰哎。我要当你这王子病重症患者的保姆，我才衰啦。后来我还帮你代收包裹，被诈骗集团骗，搭伙还被胃喷，我真的觉得我衰到爆炸嘞。秦子琪。你现在是怎样？招出来是招出来吵架的？不是啊。后来你就打破红酒了。我那个时候发现，你对事情真的很认真，又很负责。不然我不会跟你说，全公司只有你有资格当我的主管。后来去老家找你，我发现你很孝顺，又很贴心，好像跟我刚开始认识的你有点不太一样。只是想告诉你，我觉得我好像也有一点不太一样。我想通了，如果你想去法国，你就去，不用担心我。摩托车我也会骑啦，衣服我也可以自己洗，煮意大利面应该没这么难吧？3万块我也不会饿死啊。就给你。
都会等你回来。你放心去做你想做的事情，我一定会等你回来。到时候换我做全世界最好吃的意大利面给你吃。我现在可以打开它吗？几率很低耶，就是中奖几率低才珍贵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中奖的话，我就分你一半。
很喜欢你。而且非常喜欢。